盖我手。好好。嗯。啊？哎、欸、嘿、欸，啊？你这样弯道哎、欸，弯到折了。初体验，他就这么让我搂他腰了，干嘛干嘛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欢迎大家体验 VIP Luxury 商务旅程。今天即将带大家一个新的体验，大家跟我看起来，超意外的吧？这一次来到了一个新店家，而且呢，它的装潢呢是非常的有那种爱马仕的风格，真的很有公主风，而且呢，他们打造的是那种商务感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洗头前搞得很像要 room tour 有没有？你看这个沙发，哇！然后你看它的环境，整个有那种巴洛克法国的风格，是吧？而且啊，你们看这整体的空间非常的大哦，哎，真的很奢华哎！一进来呢，就是有那种你被当作王公贵族对待的感觉。坐在这里休息啊，你还可以看着电视哦。你看这电视柜也是非常的好看哎。所以 coffee tea or me， 今天就先跟大家卖个关子，我们先体验再说喽。那我们的商务舱之旅即将起飞，哎，带大家看一下环境，走走走。哦，哎，你看，整个很有质感呢。哦，在这里啊、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好，他们的衣服袋就是你可以重要物品放在这袋子里，然后换上他们的服装。换衣服之前，先大家看一下他们厕所，这完全抓到我的眼睛了，这个也太美了吧！这一间真的是有那种，就是我说的嘛，就是法国的那种感觉，奢华奢华。还有牵手服务哦，哇，这地方好漂亮哦，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啦，哎，那房间的部分哦，我要被拉进去了，大家应该没有看过吧？来了，在这里 ，Andy 烧这里啊，很漂亮哎，这个可以堪比，我觉得 Lucy 哦，比 Lucy 高，哇，荣耀荣耀。这一间呢叫做 VIP Barber Luxury， 你们可以从名字里面去找线索，但是我相信聪明的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。那今天呢，强尼是身为首席 YouTuber 呢，抢先体验给大家看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就是他会增添更多东西，那相信应该还不错啦。这个工具是。养的越南怎么说？哦，肉娃。哦，哎，真的不错哎，舒服。有点兴奋哎，开箱新房间，然后又看到漂亮小姐姐，有点受不了了。哎哎哎哎，灯哪起？亮，用灯亮。好牛对。哦，很厉害。好可爱哦，很漂亮哎，好心动哦。
很温柔耶，他还会检查一下。OK。Very good， 太可爱了。在这个新环境啊，它的包覆性蛮够的，很隐秘，加上它按摩很温柔，我可以整集开始睡了吗？舒服呢 ，Emma 三十度，很厉害，很好，很好。嘴角上扬，因为太舒服，而且他手托着我的脸。Thank you.
Em sinh ngày mai. Ngày 21 tháng 2.双鱼水瓶中间的感觉哦，而且我听他发音呢，应该是河内的汉内 ，M 的汉内，河内美女耶 ，M 带少你西贡，我记西贡，嗯 ，NTM 的汉内 ，Take on， 招带少，我的一团麦克的汉内，然后光有不白点，请加，原来这就是我喜欢的原因吗？我要对不起大家跟他一件事，就是我忘记我有被安排过来这边要拍，然后呢我自己把指甲都剪光了，所以他现在应该很困扰。不行，这地方真的太有安全感了，就是会不自觉的很想睡觉。这真的是一个，我觉得就是很适合放松的一个场所。I will try. 拉筋好舒服。okay. 有淘气的成分在哦。做好心理准备了椅子的舒适度还是有差，他们弄这个椅子，我觉得真的舒服呢。好好，嗯，啊，你家环道哎，我折了，初体验，他就这么让我搂他腰了，干嘛干嘛？
他们推背还是可以的，很用力，我喜欢用力。力气大哦，啊！没有。我的腰。可以 ，again， 哇，舒服舒服，我飞啊！你好，今天是功夫拉筋，是不是？哦。喜欢。他带我下去吹头，因为在二楼，而我们洗头在三楼。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好，来，再一个。OK， one more。干嘛啦？快点啦！我在帮我女朋友拍照啦。Sorry，Sorry。OK， 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啦，刚刚就是猛帮她拍照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觉得竟然很适合拍照，女生说不定会很喜欢哦。那我总该揭晓了吧？今天呢，这个地方叫做 VIP Barber Luxury，VIP Luxury， 其实是同一个老板，就是说他真的是商务等级的感觉，所以呢，刚刚这样体验下来，确实质感 up 不少。那强尼是身为首席体验的 KOL 呢，所以呢，他们有一些小细节还没有。
有到位，就例如会送一些茶水啊，还有香氛蜡烛，听说会有这些服务，所以到时候再帮大家多开一箱。那今天也谢谢这位河内小姐姐了，他们也马上认同，真的，而且很漂亮，所以呢，胡志明的各位先生小姐们留意啦，强势来袭。那今天在 VIP Barber Luxury 的体验就到这里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大家拜拜。我们出来了，带大家看啦，这边呢就是在那边是一样的，所以到时候你们可以来 same same 哈。好，那这样大家会走咯，不要走错哦。